你们都听说了吗？假发淘汰了，育发新技术，我们老百姓的春天来临了。不管你是地中海大光头还是发际线高，以后夏天出门啊，再也不需要戴假发了。原因啊，就是在广州佛山有一位00后的毕业研究生，他历时10年，贷款808万，研究了一款新产品。据说让你用上它，沙漠变绿洲，枯草再逢春，15天还你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。那么究竟是真是假呢？它又是一款什么样的神奇产品呢？跟随我的镜头，跟随我的脚步，咱们现场了解一下。走，千辛万苦啊，终于让我找到他了。走，哎，你好，帅哥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请坐，哦，坐呀。我听说你啊，就是研究了一款什么新产品啊？能让就是说，不管是地中海的，还是秃头的，然后头发稀少的，都能沙漠变绿洲了。对对对，没错。我告诉你啊，不仅可以，这个沙漠变绿洲啊，对，而且还可以枯草逢春。枯草逢春，对，有点不大相信是吧？嗯，不信不信。来，你看啊，嗯，就是我们家这个育发精油，就这个呀？对呀、啊，就这个。那我有点不信呀、啊，就这个东西，就这么一个小盒里面的东西，它就能？你看我的发际线，你看到没有？嗯、确实往后跑的。我都不敢那个什么啊、嗯。既然你这样哈、啊，既然你来了，我让你见识一下枯草再逢春，因为这个就是养发育发这个，就是说。3分钟5分钟你也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是、这样哈、我简单的做两个枯草给你做一个比较，你一看就明白了。这都能点着了，这还能逢春啦？来，你看一下这两个碗，对不对？这两个碗里边有水。哦、这样哈，我把这个精油呢，滴到这个碗里边，只需2滴。两滴啊，你也太小气了，多滴一点呀。不用，不宜多，就2滴就够。哦，滴上2滴以后，你看啊，这样哈，我把这个枯草呢放到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咱、停个2-3分钟，你看一下。你对比一下、行不行？行，如果真好的话、我给你做宣传，我自己也要用的。我跟你讲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家这个育发精油。它里边是这样式的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就是这个小瓶啊。啊，那我告诉你，这还挺精致的哈。能说的都是精华。哦，我告诉你哈、以往你在外面可能遇到很多，就是说什么呢？养发护发的一些产品。我没少用，你看还是这样的嘛。我跟你讲。因为它里边那个就是说啥呢？它那个成分呢，含有这个什么呢？含有汞，含有磷，都是重金属成分。哦、用完以后，你这个头皮发痒发紧。哎呦，对，而且那个特别难闻，我都不敢用了。现在那个味道，吃鼻子辣眼睛。嗯，咱们家这个产品呢，里边是一个纯植物萃取的，你看有侧柏叶、生姜根、何首乌，这些都是一个草本植物萃取。哦。有一种淡淡的清香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别说啊，植物的清香。用起来比较方便，你看哈、就这么打开以后。哦。就这么涂抹到手上，只需2滴。哦，就比如说像你这种发际线往后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就这样哈，你涂抹到这个发际线这个位置。嗯，就这么轻轻的揉搓。哦，揉搓充分的揉搓以后，滋养到下边这个发囊。哦，充分的吸收，这个发囊吸收以后，这个发囊不萎缩了。哦，它就会生长出来新的头发。原来是这样的呀！啊，那我告诉你，就让它枯木再逢春。来，你看一下、好了吗？哎呦，天哪！这都泡这么大了，还泡绿了，是不是有明显的区别？对对对，这个还是能烧着了。我告诉你，嗯，这是用到草上面，如果说人用到人的头发上面呢，更不得了。嗯，来你看一下。哦，这是使用前我二大爷，你看那个头。哎呦，看到没有？嗯，你看一下，使用过以后，天哪，它会逐渐的长出来新的头发。那真的太好了呀！那我以后我也不用再直接买一个假发子给它附上去了，太难受了。那我今天多带几瓶啊！你这个价格贵不贵呀、这样哈，您不用担心价格，因为咱这也是源头工厂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拿这么多也是一个出厂价。